完了，完蛋了的感觉啊，真的是完蛋了的感觉，因为我没有唱过这样那个很元气的歌，我本来唱那个轻轻的很安静的歌，然后那个歌是我的新的挑战，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挑战失败了，但是很多人跟我说我的唱歌的前面挺好的，后面只有破音了，这个没关系，所以我觉得那没关系，失败了呢，这个没关系，所以我觉得那没关系，下次加油。